大家送兵来了，给大家解解暑。不必了，帮我谢谢雷帮主。天热的时候你们送兵，这天凉了你们还送兵？少废话，一两银子。一两银子？这今天还没开张呢，要不我也送你条鱼，再来耍我吧。老子，给我打他！去你！我就这样。打他！兄弟，小心！爹，我去帮石玉啊！让你欺负人！没事吧？大哥，这人是三合会老大，跟刘知府也有关系。帮主吩咐，不要与三合会为敌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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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哎呀！你是洪七官？你怎么知道？哪个洪？逃难时到了捉妖岭，洪武村，改姓的洪。朱家大桥洪家过，不过此桥是外人。跟我来。我们也去。江湖险恶，一旦踏足，生死由天。我们不怕死。没错，三合会取天时地利人和，意为三合，集合义兄兄弟为骨肉之亲，敦师盟之好合，强不欺弱，富不欺贫。兄弟有难，必要相助，如有违背，五雷诛灭。今入此门，不得有悔，如有此心，愿受三刀赠送之刑。今晚拿下醉红楼，这条街就是我们三合会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走。我觉得你俩就够了，不需要我。哎，大哥，你死都不怕，女人怕什么呀？少林寺的师兄说了，一碰一孤，逢赌必输啊。你爸不也说了吗？女人就是祸水。走。哎哎哎